真多谢咱的主委吼，啊，咱的主委安尼甲咱安排，互我会使来咱的新安宫，甲大家见面，啊，看到大家我足欢喜的，啊，看到大家安尼咧甲我加油，我足感激的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啊，今日甲我做伙来吼，有咱咱在地，咱的。最高行政首长啦，一点也袂假，是最高行政首长啦。咱的市长，啊，咱的内阁第一部会，咱的内政部，咱的部长徐国勇啦，跟你做伙来。大家拢熟悉嘛，对啊。啊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今天大家拢熟悉啦，吼，在添知影啦，吼。啊，咱的陈金飞、陈立伟，大家拢足熟悉啊。啊，咱的小英自由会，咱的蔡明忠，咱的钟伟俊，啊，咱的吴俊共比较。哦，议长去下一场了哈。啊，咱所有咱在场，咱的李长，今日李长来足多哦，真多谢哦，李长。我有感觉讲吼，今摆李长吼女生比较多呢，是不是？真的耶。好，啊，看到大家足欢喜，啊，我做总统到5月20号就满3年了啦，吼，啊，你会问讲，啊，总统啊，你是三年拢在做啥啦，吼，啊，有人讲蔡英文也无在做代志啊啦，吼，啊，不过蔡英文每天都很忙啊，不可能没有做事情啊，吼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吼，这2、3年来，咱足打拼，啊嘛足认真诶，也很负责任，咱。各路的总统要做的、想要做的、唔敢做的、唔愿意做的，蔡英文拢做啊！啊，我就跟他讲，蔡英文不太聪明，为什么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就做这些事情？哈，我要跟大家讲，这就是做一个总统应该负责的太多，这多代志爱做，咱就爱做，来讲。你，咱讲这个年金改革，咱若这任无做，下一任再做，搁较困难，搁较歹做。啊，国家嘛爱付出搁较多的代价，所以为了台湾，为了这个国家，搁较困难的代志，咱拢爱去做。所以，咱最近的第前三年，对咱来讲是足困难的前三年。无总统吼，还是做总统。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执政的环境，但是我认为说过去三年困难，但是我们总算走出来了，啊，咱2、3年这样打基础，今年初咱的内阁有改组，啊，咱的行政议长换咱的苏贞昌议长，啊，咱把咱以前三年所做的代志，拢做一个检讨，做一个检讨，唔对的代志，咱甲改过来。需要搁较好的，做较好的，咱甲补较好的。啊嘛，希望讲咱以前做的拍基础的物件，会使予咱未来替咱的台湾人做搁较侪的代志。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过去三年是在拍基础、打基础，啊，咱即马基础已经拍好啊。蔡英文即马要开始起厝啊，要起一间足水，啊个足好用，啊个足牢固的一间厝，予咱的台湾人住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咱即马想看卖，即几个月来实在有足侪代志在发生，尤其是我顶礼拜我去高雄做一项代志。我去做一项代志，就是讲，我去咱的台船去动土一个厂房。啊，这个厂房要做啥？要做咱台湾保卫咱的台湾上重要一项物件，叫潜舰，就是潜水舰哦。啊，潜水舰这个物件哦，问蒋介石总统开始，每一个总统都想要做，啊，拢做袂成。
但是咱用两三年的时间，咱甲所有的困难都解决。啊，咱即马有一个设计出来，即、這个设计出来就知影讲，咱是怎样安怎来做一个潜水舰，吼、哦。啊，即个爱一个三军统帅的意志。虽然说这个三军统帅没有当过兵啦、啊，也没有关系。但是这个三军统帅有这个意志，我们一定要造出保护台湾的潜艇。所以我们的国军，咱规个政府，把所有咱会使扛的，咱都扛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厂房开始建，过几年台湾就有自己制造的潜水舰来公布，好不好？爱有自己保卫自己的能力，我们要对自己要研发出自己我们所需要防卫的武器。啊，过去就嘴中风不肯下这个决心，但是只要我们下决心，就有很多咱的朋友会来给咱斗相共，咱需要帮忙的所在，拢有人会来给咱斗相共。啊，即马咱就是安尼，咱开始有咱有一个国防的产业。啊，咱有足多，咱的国家的产业都会使投入在我们的国防里面，和台湾更加安全，和台湾人感觉讲更加有自信来讲好唔好啊？啊，第二项，咱家有足多少年人，加四十岁以下，也手给我看卖者，不、哦、还不少呢。你们不用上班吗？问一下、哦、我们这四十岁以下的朋友，你们今年缴税有没有感觉？有。今年缴的税是不是比较少？这就是蔡英文做的税改啦。太大了。哎，也有很多总统要做税改，但是做不出像蔡英文这么样聪明的税改。我记得专家公这一次的税改叫做有史以来最聪明的税改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税改哦。问2016年，咱就请迄阵的林权院长就开始研究啊。2017年，咱上去立法院通过。2018年开始实施，到了2019年，咱报税的时候，咱大家够有感受哦。你看，一个总统要忍受两三年各方的打击、污蔑、抹黑之后，咱得突然三年以后，我们的民众发现说。哦，原来小英有做事还给我减税啊！所以过去这段时间，咱政府实在是做很多事情，啊，较怕就好的基础。但是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政府无在做事情，啊，这项事情我就要检讨啦吼，因为咱拢无出来讲嘛，吼、哦。所以你今麦看我四鬼啪啪照，就是四鬼要甲咱的台湾人民。来报告讲，咱两三年来做什么代志？啊，未来咱要搁做搁较侪代志，所以我嘛要伫遮啊，大家拜托，咱来守护咱的台湾的主权，咱来守护咱台湾的民主，咱让咱的台湾的经济会使继续发展落去。啊，咱嘛希望讲，咱的国家有迄个款的能力来照顾咱的时代，照顾咱的少年人，照顾。咱这个社会内底弱势者，啊，这个款的政府才是真正疼痛咱家己人民的政府，大家讲是啊。无一个政府像咱这个小英政府，对于咱的老人家，我们提供长照2.0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年轻人提供幼儿服务、育婴津贴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我们给年轻人减税，让年轻人的生活负担减少，是不是？啊，那马威开始进行下一个阶段，更多人照顾人民的地方，比如说咱今嘛咧起社会住宅，让少年人有更加好的住的所在，但是租金是我们付得起的租金，大家讲好啊，好啊。我还阁做些代志咧，代志哦。有人在搞我挂，讲我袂使讲伤多啦，哈、啊。我真的做了很多事情，所以每一样事情我都想讲啦，所以时间有一点被控制住了啦，哈、啊。不过我今日来，就是要甲大家报告，讲
第一，伊会记个蔡英文是有做代志个哦。啊，第二嘛，蔡英文做个代志拢是以前个总统唔敢做个代志。第三，蔡英文做个代志拢是要保护咱这个国家个主权。做的代志，做到咱的经济安尼稳定的成长，所以咱的税收可以收增加，来照顾我们年轻人减税。你若甲我讲这四点，我就足欢喜啊！吼，这个款，那大家拢知影讲出来，门做这侪代志，对国家拢足好的吼。安尼，二零二零年，我要搁甲大家拜托一届，再支持蔡英文一次。让台湾脱胎换骨，安尼好唔好？多谢多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啊，感谢啦，庄总统，南公会。